一将有基本奖学金，入学考试最高分者还可以进入奖学金挑战赛，挑战更高额的奖学金哦。准备好了没？考试开始 ，start。 好好听的音乐起来喽！接下来是我最喜欢的音乐，我要看顶尖排档，看题目啦！哦，好。如果没有你，日子怎么过？你快怎样我？一同建立新生活。有没有印象这歌？看歌词猜得出来吗？没有。好，没有。由我来为各位示范一下。哎呀！这么低啊！如果没有你。快看看我，一同建起新生活。大概只有我，因为我那个可能只有蔡思文同学了。今天我看到写出来拿奖金的几率很高，请作答，想一想怎么唱。时间到，要听唱歌了。柯以柔小姐，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没听过前面两句。这歌叫什么啊？就叫如果没有你。哦，好，反正你只要唱会前面两歌，前面两句会唱就好了。来，音乐。如果没有你，太苦啊！哎呦，太苦！我跟你讲，唱哎、欸，重点是他还不知道他唱错。不是，我真的不会唱啊。如果没不是，如果没。再给他一个机会，好吧？好，再一个机会。关你什么事啊？好同学啊，有同学气。我真的不会唱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没歌。预备起。如果没有你，日子怎么过？你快来找我。哎、欸，好厉害啊！哎、欸，他在唱 rap 的音都一样哎、欸。对啊，而且啊、欸，就是你以为他是走奇葩 rap， 对，对啊，厉害啊！这是年轻人的方式啊。那、哦、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走？你赶快来找我啊！对啊，一起经历新生活嘛。你真是个大白话哎、欸！我不是要骂人，你放心，我不是要骂人的。你会唱吧？会。你以前的歌、新的歌都会吧？对不对？全部都会。他演戏了。音乐老师，请聊。要噔噔噔噔咩？啊，预备，嘿，微微的风骚，微微的，烂乐队，引导我去唱别首歌。你屁啦！他写就是，你骂人。我记得是你叫他这样弹的，真的。我有去唱过一次，噔噔噔噔噔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哎，没问题。认真点啊！我跟你讲哦。这个刚好符合你鼻孔的 size 哦，是吗？哎，吓死我了！嘿，去了去。如果没有你，啊 ，good good， 日子怎么过 ？very good， 你快来爱我。